12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想问一下你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呢？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听的，比如周杰伦。听妈妈的话这首歌，在里面我看到就是你有通过一个舞台的一次表现，然后就是改变了自己，然后我有件事情很想跟你分享，然后也特别有共鸣。就我以前参加一个表达课，当时我演讲的主题是我和我妈妈的故事，因为现在很多人的亲密关系是会有问题的嘛。然后我从台下下来之后，有很多的人发信息给我说，你今天的这个事情对我家里出现的这些问题非常的有帮助。然后在这一方面，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出来的东西可以帮助别人更好。所以刚刚在看你的那个 VCR 里面，我特别的有共鸣。20号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映雪，我是20号，我来自安徽。然后我呢，就是从小家庭氛围可能不是特别融洽的，所以我特别希望我能找一个家庭氛围很融洽的，并且能带领我走进他的家庭的。希望你多多注意我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你。现在生活在合肥是吧？对，我是在合肥，然后目前是一名甜品师。就是我虽然不可以教你做饭，但是我可以教你做甜品。你会不会做提拉米苏啊？这儿就直接点菜了，没拿自己当外人。